今天让你大开眼界。OK，这把维鲁斯已经死了，这维鲁斯推线了，他已经失去尸体了。我们家双人路也要单杀了。哦呦，厉害！一过去 A 一下，一过去 A 一下，像个鹰一样一走。呦呦呦，维鲁斯有点短，一过去，一过去 A 一下，再一下，再一下，像个鹰一样，再来一下，闪现。哦呦，维鲁斯没有交闪，我这波扛塔了。秘密怎么说？这把我们上下我们那个中下路都打穿了，我就吃个自己家果子，我感觉潘生应该要过来，我很害怕。我吃个自己家果子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害怕。秘密能靠一下吗？我很害怕。来了，五毒拍命闪正在路上，请他有看我闪这的，波操作。快快快，打他打他，他五有毒闪拍命的，A 他一下，完了，烫死他烫死他烫死看他！着他就没了，哎呦我！我早知道不跑了，我再给你打一拳得了。我这波再回头帮你 A 一下他，你伤害就够了。我这波可惜可惜，我慌了。他这波没有今闪。天我刚才还没有印度飞饼，等我一下，三级就有印度飞饼。OK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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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无所谓的。潘森拿的吗？潘森拿的就难受一点了。OK，有钱了，我想搞个攻速鞋再回家。攻速鞋太贵了，攻速鞋900块钱，想搞双攻速鞋不容易啊，兄弟们！一过去，他先捂的，一过去 Q 一下，他出了一个小战锤，AQ，先退一下，EQ 吹起来，Q 一下，空想挡大。哇，叫潘森来了，能跑吗？天天，都稍微小心一点。维鲁斯大招没了，维鲁斯大招赔了。这潘森裸着鞋子出门打野的，这潘森够狠的。鳄鱼小心啊，潘森在上路，我在下路，这他样就在上路，百分百。把潘森养起来，这样有点难受了。潘森养起来其实不好打的是我，这样中路不好一打啊，潘森太肥了。维鲁斯出了点漏，先不跟他打了。五级了怎么说？天天，茅山第十八代，掌门人没波事，米，菠萝蜜。你先去，我先去上路抓波天使。来来来，打个天使大招，打个大招就行了。哎呀，打个闪也行，不亏。天使没闪，这波卧鱼在草里蹲了半天。这维波鲁卧斯鱼，没闪是吧？维鲁斯的话，维鲁斯好像有闪，哦，没闪没闪，他闪也跟你同步的。起飞！雷霆半月斩。我火力呀，痛！OK，nice。他这个捆还是挺久的，你别说，你真别说，还真挺久的。对面维鲁斯的话，闪现跟你同步的，你闪现好了，他闪现就好了。他下步有闪了，收到。我这波可以去他双上人线路。了，是维鲁斯。对对对，我能来双人路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加了小心潘森啊，要潘飞森，了。潘森飞了，我在赶，我在赶，你们先跑，你们先跑，我在赶，我马上到，兄弟们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是男人再坚持3秒。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可以反打，可以反打，我到了，nice。我靠。潘森没闪闪，现印度飞饼，显得我有点单。天天这一波，闪现 Q 了个兵，没事，我这不还想划那个兵的。维鲁斯有闪了，维鲁斯有闪，潘森没闪了，潘森买了双水银鞋。这个版本我出这波有大招，他出水银鞋是 count 猫咪的呀，count 猫咪和你的呀，什么意思？雷霆半月斩，他有闪现，预判闪现位置，躲。维鲁斯没闪了，我可以那个拆个中塔，先锋小农我都能来。潘森出的黑切的没什么伤害，他出水银鞋加黑切，他扛不住我。可以伤看一下灵摆位置，鳄鱼起飞。OK，潘森，臭小子喜欢捉我逮捕我是吧？来来，谁怂谁孙子，我先弄死你。OK，我走，维鲁斯要开大要 Q 了，风墙。暴坤，nice，这波潘森没血了，他回家了，我也回家了。潘森的话大招还没好，他没血的，他第一时间应该只能打河蟹或者吃个果子，没打的话应该就到家天了。使也没有大招，天使也没有大招，先 OK，锋先锋了，天天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在赶。潘森大招快好了，天使的话先上去，我在路上。维鲁斯没过去，维鲁斯闪现的话还有90秒。
我来了，我攒个风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兄弟们，坚持，坚持，坚持，我击飞两个，雷霆半月斩，像个婴儿一样，跑，腿都给你们俩打歪了。兵过飞饼 ，OK， 哎，先锋怎么是我的？你吃吧，我们去打小龙吧，走走走。我有大伤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先把他吹起来。准备起飞。不用不用不用起飞他，我吹起来了。起飞。OK， 好起飞，打小龙，走走走，我们俩去，我们俩去。我来了，双人路过去帮你了，我现在回中路了，对面那个锤石要打先锋，我先把这先锋守一下。胖生下了，胖生下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先走，你打不过他，你先走，我再赶，来来，动手动手动手，他没闪，他有闪，他有闪，我拍没闪，小爷们，你给我死，我回去了，这把我们双人路太狠了呀。我来个这个，我再来个移速。卧鱼，你要不要换线啊？卧鱼，你杀天使很难杀吗？哎呀，我来了，我在赶。你能拖一下他吗？你快速推线，他这波就不会回了。你快推线就行了，他这波不会回。你留个兵给我，留个后排兵给我，我移过去。你等一下我，你等一下我，留个兵给我。对对对，谢谢你。踏风斩，腿都给你打歪，雷霆半月斩。潘森有闪的，卧云你拿吧，给你，给你了 ，nice， 你不会死了吧？哎呀，这波好像我应该再帮你扛一下的。哎，野区有个金克斯。哎，锤石把我野怪吃了。那个我推上了，维鲁斯在下路。对面潘森的话，这波大招快好了。不着急。秘密能靠一下吗？这波我感觉有三个人。行，马上正在支援。我感觉这波应该印度飞饼以就绪。OK， 你不用开大，这波你不用开大，你三个技能就打死他。Okay. 我们先拆塔，先拆塔。不行，直接起飞。没起飞成功啊！他有水移，他反应好快啊！他反应巨快，给我整麻了这人。没用了，我们双剑合璧，天下无敌。我闭了，买个装备去。我这波应该无尽快好了，我再来一个这个起飞，我现在伤害又高，伤害又高，伤害又高，攻速又快，吸血又有，我这把直接当场起飞。坏了，那推力棒了。天使的话有大招了，天使有大，是天使出的 AD 的破败天使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吕锦，吕锦先走，吕锦卧鱼潘森在后面，你打得过你打呗，别跑啊，一个两个跑这么快、啊、有个锤石在苟延残喘，没事没事，我先把潘子杀了，潘子没闪，印度飞饼，我也来了，我毙了，我回家买无尽了，他们不出来了，这把太顺了。OK， 潘森没闪现，我来了，主要是亚索还是挺简单玩的呀，你只要意义的好一点，其实挺简单。我比较推荐就是说，你如果说刚玩这个游戏没玩多久的话，其实我比较推荐你玩亚索，因为这个英雄比较容易上手。亚索的话玩的又开心快乐，然后又容易上手，伤害又高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脆。但这一波的话，对面维鲁斯死了，秘密看我。维鲁斯，看维鲁斯，完了，打错人了，不好意思。你等我，天天。维鲁斯没闪，撞他！天崩地裂起飞，印度飞饼。OK，nice、okay,。我这波主要是打错人了，打歪了。不着急，这波可以推中的，可以推中。他们守不住的，我有风墙。没事，等他们那个 AD 和天使过来，我放。潘森在上，还能推下的，下路也可以推。我们可以把路给推掉，不着急不着急，拆塔就好了，稳一点稳一点，天使有大的，天使来猛猛干我，塔拆掉了，打他，打你个锤锤，不着急，我有风墙，秘密你先走，我没了，天天，没事没事，你到家了，哎，看吕锦，哎，吕锦也到家了，猫咪上车呀，猫咪 ，OK， 不要 Q 那个小，没 Q 死也行，好咬，我有风墙，他们全死了。有本事就出来呀！
畏畏缩缩的雷霆败，怎么就这么脆？哎，我要出去了，没兵线了。太酷了，天天。哎，怎么还有个塔？溜喽。主要是他们那个两个手长的没伤害，这干嘛送快递呢？落地成盒，雷霆八月斩，落地双峰，我吹，溜。哎，大龙还没刷呢，大龙都还没刷新，我过来打架了。得了个吸血，直接开滑，兄弟们，索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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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莫，快乐翻倍，嘿嘿。怎么说，秘密，你人呢？你打小龙了吗？我在打龙。OK， 你是一个好打野。打野的任务，我一定要先把龙给拿了。不着急，我在拉扯。他们中路四个，中路四个。我这波在整兵线，你们在等什么 ？OK， 我这波能杀两个，但是我伤害不够，猫可能会死。来个人接猫，来个人接猫。这波我应该是死了，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了。猫山第十八代掌门人波罗敏前来支援。什么山？雷霆八月斩，像鹰一样。来！今天啊，我也死了，脸都不要了，天使。这波天喜没大，天喜没大，这波有天使有大招。金克斯没闪，潘森没闪，天使没大。卧鱼可以来一波，卧鱼那个高那个水晶没多少血了，卧鱼中路有兵线，他们俩他们那个天使死了，天使死了，那个潘森没大招的，清不了线了，啊，现在没了。